演过白蛇的五位女星，杨紫、黄圣依都在模仿，只有她出神入化。演过白蛇的五位女星，杨紫、黄圣依都在模仿，只有她出神入化。天机这版演员阵容是最强的，居然两版白素贞同时上阵，多少人是看着赵雅芝演的《白蛇传》长大的，如今我们都长大了，赵雅芝却仍然光彩依旧，果然不愧为不老女神。而杨紫的演技简直就是质的飞跃，杨紫版白蛇是最可爱的了。演过白蛇的五位女星，杨紫、黄圣依都在模仿，只有她出神入化。黄圣依是娱乐圈中十分有气质的女星，与刘亦菲有几分相似，曾在《演员的诞生》中的表现一直被观众吐槽，但黄圣依却很坦然地接受了批评，表示会努力提高自己。演过白蛇的五位女星，杨紫、黄圣依都在模仿，只有她出神入化。赵雅芝版是最经典的一版了，其他只能算是番外。这部剧曾陪伴多少人一路走来，直到现在来看，依旧是可以秒杀许多剧，稳居宝座。赵雅芝饰演的白蛇也是白蛇中的经典。演过白蛇的五位女星，刘涛、黄圣依都在模仿，只有她出神入化。鞠婧祎算是由歌手转型演员中很成功的一位了，《云汐传》口碑爆棚的同时，也足以证明大家对鞠婧祎演技的肯定。据悉，鞠婧祎翻拍的新白娘子传奇预计在明年上映。